选战进入倒数，国民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谢国梁找来前总统马英九站台拉票，全力扫街拜票。我第一个认识他20多年了，早年就有很多的事情在一起合作，我知道他是一个做人诚恳、做事认真的人。我们基隆正需要这样的人，而且他有一套怎么样提升基隆地位、竞争力的计划。有了大咖加持，谢国梁一整天虽然行程满满，但精神也相当好。早上要扫街，下午又有很多工作，又跟马总统要一起去扫街，晚上政见发表会，再加晚上的造势活动，感觉非常忙碌，但是我是精神饱满。相对于我其他的竞争对手，我觉得我的活力、我的状态、我的精神、我的正能量都非常的在一个非常好的状态。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。